游戏了。集合的啥？啊，对，集合。这个老栏目你上弄的？我上弄的，真你还多不多啊？差不多。还有还有。你来是机场的？机场的啊。马上该收麦了么？可不是，就是快该收麦了，到四月间了。啊，今年天不来，我们。今儿老冷啊！老冷，吃面条嘛，当面条。一个星期看不行了。这个笋果。笋果。老菜。啊，那爷都回来了，前几天没吃菜了，娘们儿老。想你的手艺了呢。啊，我想着毛肉呢，还真些肉。啊，那个，爷这几天没吃肉，你别吃点儿。一只肉都炖烂了吧？弄着吧。吃。这可好的味儿。可好吃是吧？嗯。哎呦，你好的菜，你看老的菜。啊，我也没长青菜呀！你看我这这几天你们没在家吃饭，没营养，这回回来都给你有营养了，对，这不得肉啊！我点面条，看跟你那饭味一样不一样？嗯，我说你熟啊，那也不吃肉了，委屈了。你好，真有真有。爷回来逮了半碗菜，嗯，就那他吃了可香。你混的老快了，咋？嗯，那菜不是可快？嗯。不磨浆子。嗯，还跟着人一样走路啊。你看人家，你看干活成天的什么磨浆子脚啊，啥不磨浆子？也没有，没有。现在也不吃了。你这一年得吃多少斤粉条？都搁豆茎嘛，都搁带的粉条。那你？橘子你吃啊，橘子吃八个。还说的呢。好吧。嗯，他的粉条带的，我俩放假不知道吃。你反正吃饭呢，谁吃下去了，那谁的福，谁的福。你立法了嘞呀？嗯，那不是谁不叫谁吃是吧？我都搁到家里吧，我橘子冻了啊！好，哎，好了，你吃吧，不吃，你看嘛，我不吃。吃完饭回来带黑去。嗯，那容易，五点都吃饭了。啊，我就是不想要营养，反正吃那个没肉了饭。降压嘞！啊，那人饭是降压饭。我去降降你吧，你去吧。我这哪是吃面粉？都拉赞助的。又是面皮儿。面皮儿，面皮儿。新皮鞋。给我点肉。嗯。可耐劲穿了。晚大干，干了。你想混嘞？我说鸡蛋我说你挑的这三个三个饭来吃啥我为了为虫我说有没有买胖子你忘了别的我谁你弄的可平他找的可大
他也不知道跟人都差不多，那热水他可泡不了。你看，没有。他可知道种的啥？嗯，他比你种的。那人家我那我也没见泡的油。他不是弄的药的。芳草呢？这啥咋说呀？红的药。都不大学院都办的有药啊。嗯。我也不用那里了。嗯，下午打牌了吗？啊，下午打牌。打好玩儿打的。大家好，我老张。这是狗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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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屎上啊！买俩大鹅。啊，买鹅去，买个椅子是吧？目的性就是。看着那棚叫个，就是你不是有人了，他干嘛？这他现在干活的坑，他一叫，嗯，有人了，有人了他不讲话，有人了他讲话那坑，走吧。菜头，这俩吧，哦，这俩头可烤完了。来，大弟儿，毛大，毛大白鹅呀，有多大弄多大。买了两个，买了两个，还是那两个。啊？找你考级，投了好几个，都是那个是块钱，那是我。我是我。我五十块钱的。那边不是有染色嘞？那边不是有染色的鸡味儿？染色的不行。嗯，这多少钱一碗的？刚好。过来，再煮一个。这够可以。鸳鸯。他能加完？他说不会加完，他不加完，会加完。他不加完会关。哎，那是你去了。你说我是胡总啊？黄总啊？来吧来吧，好快点！你真傻了，杨哥。嗯，还好好吃吃。香蕉是啥时候来到哈？啊，香蕉的，这都到哪去了？也走路，这不是种。哎，太帅了！那个车，那是啥？那是三开俩车了。我开俩亩饭给他，哎呀，对了，哎呀，对着了。哈哈哈哈哈！八个的，八三人呢。走走。给他吃，给他吃上，吃不了多那了。他得看瞧了一些。我吃了，哎，就这咋着？那给他鸡肉，鸡肉也可以吧，鸡肉也可以吧。那是扁鸡，我跟你说。大山鹅卷，去年大山的大山，这个鹅今年说啥不叫吃了啊？新钱的就是藏了，费什么理由嘞？这是。这不是过来练的，这要捡捡。
太恶心了，大哥。正常，俺俩心有灵犀，我有活他都懒。再进一下。过。听说你们是大学同学啊？嗯，我们在咱那个昌平上的学。哦，思俊不是电焊技术应用系了？啊，对。先固定着，弄门儿啊。啊，弄门儿啊。富贵吉祥鱼。啊，找这穿进去是吧？呀。六，砸回去。尊贵的业主回家，赶紧走。尊贵的业主啊，赶紧赶不动你，我还给卷来了。走，关门放狗，快点。这是放野生的一回。